人文艺术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1班张嘉璇。在过去一年中，在党委宣传部老师的指导下，我带领校官网记者团的同学们共同努力，以融媒体形式讲好外事故事，助力我校在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阅读青春全国百场百所百名读书特色活动中喜获3项荣誉。我校校网通站获评优秀校网通站，我也与团队共成长，成为西安外事学院新闻标兵。新的成绩激励我和团队的每一位同学继续牢记多元济难自强创新的校训，践行明道修身利他共荣的校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这一年我无法忘记我们一起将校庆专题网每一个板块里的图文和视频精耕细作，让师生校友共享30周年校庆荣光。我无法忘记我们克服困难凝聚力量，成功举办中国大学生在线校园型活动，更无法忘记疫情封控期间老师们始终坚守岗位，通过网络指导我们撰写编发一篇篇新闻稿件，全年500余篇外事新闻记录着我们每一天的奋斗足迹。千禧外事，文达天下，一展宏图正当时，奋起扬帆向未来。新春佳节之际，祝学校领导、老师、同学们福气东来，新春快乐。